厨师大哥帮忙，就是那个啥，小鱼早上好，吕哥早上好，朋友们早上好，进来的朋友们点点红心啊，大家伙多点点红心。 天喝两次啊，边边果收到货不用着急评价，不用着急评论，先喝。那边待会儿，小黑鱼那个是个小黑，我看着像小黑鱼嘞，大鲫鱼啊。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，朋友们早上好，进来的朋友们点点红心，嗯。小黄车看一看，有需要的可以下一单啊。 我收到了一次喝几杯，几杯都行啊。你收到货袋子上有说明啊，你先按照袋子上说喝，先喝5公分，如果5公分没有用，你再增加；如果5分拉肚子了，减少一点量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量。一天喝两次，早饭后喝，晚饭后喝啊。好的话给我个5星好评，不好联系我把钱退给你，货不用退啊。我在船上呢，对，我在船上呢。 谢谢繁华似锦啊！谢谢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进来的朋友们点点红心，点点赞啊！哈哈，一农。雨鹰蛋怎么能孵出小鹰啊？用它七七21天23天就出来了啊！红心没有点亮的，红心点亮一下朋友们啊！
关键脚气也没有了，记得泡王二嫂啊。北方可以养活吗？哎，那边抓了一个小泥鳅啊，小泥鳅，小小泥鳅。北方也可以养，哪儿都可以养，就看你怎么养了啊。谢谢一二三进来的朋友们，红心点亮一下，增加一下你的活跃度，我的活跃度啊，这样的话你能上热门，我也能上热门啊。哎，又抓了个大泥鳅，今天泥鳅好多呀。哎，咱今儿那通什么那呀？是搁夹了，抓了一条大泥鳅啊，看到没？那个鹰抓了个大泥鳅，哎，吞下去了。谢谢阿丽，欢迎朋友们啊！进来的朋友们点点红心，点点赞啊！这个鹰跟见鱼了似的啊！泡脚的收到，不知道用的好不好用的话，朋友他们都买半支烟，你只管用就行了啊！记得不要用太多的水，不要没过你的脚面，没过你脚趾头就行了啊！一袋只能泡一次啊，特别好，我这个都是朋友推荐朋友，亲戚推荐亲戚的啊，特别特别好。这是在哪儿？河南，这是在河南啊，呸，河北，我是河南的，我在河北啊。没见上鱼啊？你没见就对了，因为我也没看见啊。这刚就上了两条鱼，还都被那个汽艇的船给捞走了。嗯，一会儿咱去打它。水今天的水依旧是很清澈的河水啊，都能看见里面的水草。都上那边去。看看。水是很清澈啊，就是没有鱼。我们收网换地方啊，我们收网要去，那是上游还是下游也不知道啊。收收网，然后去上下游瞅瞅看。我用的泡脚还好，是不是？我用了泡脚还好，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啊！用着好了，给个五星好评，朋友们啊！昨天的鱼单今天能发出吗？你看我今天能逮住不能啊？因为我们逮的是真正的野生鱼，只要能逮住我就能跟大家发走。要是我今天依旧逮不住，我们出来，那我给你发不了货呀，宝贝儿。我也不会去市场上给你买，你就祝愿我今天多多收获吧。后边又要拜练，扔那儿了吧。这水看着深呢，不深啊，这水三四米的样子吧，也不算很深。谢谢苏州玉洁啊，喜欢狗撵兔子的关注一下苏州玉洁啊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你把它船皱了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别的鱼？今天啊，白莲、花莲、泥鳅、鲤鱼，目前是上鲫鱼。那我们一起奋斗吧，一起奋斗吧。今天是画白莲，肯定有。什么河？港河啊，我在港河。你看收网也没有见鱼，所以收收网换地方。冬眠了鱼？不，来之鲶鱼有了，给我游过来。游是有，但是有些人我跟你说很气人的，就是什么呢，本身那些鲶鱼都很少，
算了，不说了。可以的，翻天覆地，下单就行了。下单王二嫂特别特别好使啊。下单王二嫂去拍去就行了。小黄车一号链接拍王二嫂。今天怎么没放鹰？那不是呢，鹰都在那边呢，我们在这边收网呢，收了网过去。直接买两件，直接买两件，第二件直接就是直接拍数量二减20块钱啊，特别划算啊。看看鱼货吧，我们船舱里现在一条鱼都没有，我全程直播啊，所以说到时候我们能抓多少鱼，到时候你就看就行了啊，我是全程直播的。今天鱼用抓的逮到了，逮到了几条，你包括这些，现在我看的都是雕的泥鳅，全都是雕的泥鳅，怎么这么多泥鳅嘞？你看全都是泥鳅，全都是泥鳅，我看着播多久，我播到下午2-3点，有的时候基本上2点钟以后了，都温度高，鱼跑，鹰也跑。嗯，我们今天没带小桶啊，我看着好多泥鳅，该打了，那俩真有人该打了。我们要不要往前开开先？你听不见？帮我查一下我的货到哪儿了？你点开那个小黄车。点开那个小黄车，有客服，联系客服，联系客服，让客服给你查一下。上面有个开车的，然后停到那儿过来问我们鱼怎么卖的，我们说还没抓住呢。鱼鹰不给力呀，不是这儿没鱼，咱们一会儿换换地方看看啊。收到了一个大鲫鱼，活的可欢了，养它2天再炖它，还活着呢，前天晚上游的，到这现在还活着呢。我都想着在那里面都没养，包着那么严实，我都想着郑州咋都挂了，到那儿河北的他们发过去，我知道他们收到货说那个鱼有活的，这个因为是头一天晚上发货，第二天早上他们收到里面加的有冰，只要没被冰死可能有活的，但是没想到啊，郑州还有，到那儿还有活的。对面好像上鱼了，对，对面上鱼了。我们下个地方要挑一个好的地方。
听见唱那个。我评价发，可能这边是下游这，这边这那是上游，那是下游的。那边下游，俺怪不得。走腰了，我瞅瞅。今天怎么没看到鱼就下网了？想着这桥底下肯定有鱼呢，我们是这么想的啊。结果这桥底下没有鱼，回大叶县了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在河北呢。这鱼真新鲜，炖汤好。记得收到货的啊，记得给个好评啊，朋友们。你带好些。螺旋桨多少马力的？我们那个是54的。在河北廊坊，我在河北廊坊。红心点亮一下，朋友们啊，红心点亮一下，没点红心的红心点一点啊。那个都快三两了。那个不行，幺幺那边护刀，放，去拿过来吧，去拿过来吧。廊坊文安，张宝帅的脸。带几十斤的鱼，那下午给他吃活的。坑下，咱不能往下走走。坑上那是上，应该是。有一些小鱼儿啥的，你得放到那个。今天几号呀？今天初几啊？十斤130块钱十斤。今天初八呀，今天，哎呀，今天好像他生日啊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不是今天生日吗？啊，前年的今天不是你啊。不是你破壳了吗？
是不是你？这今天好嗨好开心的样子。昨天我看人家钓鱼都是大鲤鱼，我也是昨天看人家钓鱼都是大鲤鱼，今天我就来了。是自己养大的吗？这个鸟啊，是啊，自己养大的。那下面是不是有桥呀？你去那桥抓过没有啊？我们。抓着过来也行，是不是？往前走啊，一直过去。一直过去吧，我们过去。过去。看都不看。我怎么听音乐老响？我也是听见滴滴响，我怎么这？我说这怎么个回事？大胃咒，鹰的眼睛怎么了？没怎么呀，鹰的眼睛怎么了？很正常啊。一只十多钱啊？什么一只十多钱啊？红心点亮一下，朋友们啊，没点红心的把红心点一点啊。他好像很听话。对呀，肯定听话呀，不听话能行吗？是不是？能飞吗？能飞啊，他有一双大翅膀。一只多少钱？我不卖鱼鹰，赵小帅卖鱼鹰啊，我不卖。对，红心点亮一下啊，增加一下主播的活跃度，也增加一下你自己的活跃度啊。一毛钱的粉丝团呢，可以加一加。人家那边来机会，发过机会。发过两回。发过两回都是咱这的吧？两回都来，咱都逮着鱼了。我。这前面有个桥是吧？对，很多的花白鳞，还有那个。鲤鱼、草鱼，这两个每天这样讲话，我会吃醋的。你跟谁吃醋啊你？你吃什么醋啊，李冰？什么个情况呀？啊！红心点点啊，多点点红心。小黄车一号链接呢是那个王二嫂啊。你如果说脚臭啊、大汗脚呀、啊刺挠啊。掉皮儿啊，一抠的话，那脚缝里头起那小白泡啊，包括手上啊起那小白泡啊，特别特别刺挠的，你就拍王二嫂就行了啊。冷不冷？冷，但是这会儿出太阳了，还好。百度来那一回没抓到鱼，剩下那几回都抓到了，总不能你给抓完了呀？草鱼好吃。来，我过来，来。现在都看捕鱼，别说废话，都在看捕鱼，别说废话，都在看捕鱼，别说废话，什么意思？您想要干啥？您想要给我刷1314，还是想给我刷传言间？我估计这大哥的意思都，我想看鱼，都别废话，然后我想给主播刷礼物，哐叽哐叽哐叽，一顿给我刷，是不是？老婆，老婆。人家里边搁那放着，是光搁那桥边逮着鱼啊，是到处都有鱼，到处都有。那边也有鱼，那边鲤鱼也不少，到处都有鱼。对。我们这还放伞鱼，一边放一边走，一边走一边抓。我们走哪抓哪。我放着鱼呀、啊，我
这么大喝你这种。没有清道夫，有十斤的大鲤鱼吗？网上好的鲤鱼。我们鹰没抓到鲤鱼吧，都是网上的鲤鱼。嗯。鹰没有逮住，好了。鹰都没逮住鲤鱼。没有，因为螃蟹太多了。鹰光逮着螃蟹。嗯。网上好点的鲤鱼跟草鱼。是吧，鹰没见怎么抓鲤鱼是。就往一下就这干着鹰，干着头干着头，鹰有时候都没瞅见鱼。都不带鱼，那网上好好好那些。冲啊，麒麟说冲啊。没网鹰能抓住大鱼吗？要是一二十斤的反正不好逮，我们最大逮过四十多斤的啊。二斤多的比较多吧，二斤多的哈。嗯。三四斤的。三四斤的都有啊。五六斤的都有。那这往个这头下，往还没下到头的这头，哗一股一股爪子，然后都往都看着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。那鹰都滴了大滴了大了。哎，从那边往这边放跑啊。那儿专门设计的吧，那儿是我估计是专门设计的。来白洋淀呀，行，有机会去白洋淀。红心点亮一下朋友们啊，没点红心的把红心点亮一下啊。进来的朋友们，红心点一点，一毛钱的粉丝团可以选择性的加一加啊。中华鲟呀。中华鲟抓不住呀，我们这儿没有中华鲟呀。就红眼睛，对对对对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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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麒麟啊，红心点亮一下，红心点亮一下啊，看看小黄车有需要的可以下一单啊。你比如说脚特别的臭啊，脚特别的刺挠，嗯、啊，脚缝里头起那小白泡了啊，你就用那个王二嫂，朋友们啊。就泡王二嫂。是不是冠上村？我不知道这是，你别问我这是什么村，这什么乡我都不知道。啊。还什么村呢，什么乡我都不知道啊。这是开壳了呗，什么意思，西码头是哪？西码头村呢，这是不知道。啊，对，是那个花白莲多的那条河，想着搁这抓抓试试看来。就不知道怎么样吧，效果。是开始抓鱼了吗？开始抓鱼了，对。这个人撵小鱼的，一看那阵势就是撵小鱼的。好像有鱼，有鱼是一直有鱼，就是小鱼啊。过来网兜，过来网兜。那个网兜。没有小桶，他放小鱼，挖小鱼嘛，放小鱼，扔河里吧。前方。
天哪，漂亮！就那个赢，就这个小红莲抓了条大泥鳅，老大了，哎，钻进去了，他不想给。这边上全是小鱼呀，应该去青海湖呀，好，有机会去啊。这个小鹰丸抓到的，哎呦，看这条大泥鳅，看，这看看都抓的啥呀？这是小白条啊，大泥鳅。这都是小碎鱼儿啊，这是哈。这哪行呀，这不抓大的是不是？这野生大泥鳅老好吃了，但是就这一条呀，不过今天抓的可能有一两斤。你们抓了几条泥鳅呀？一条、两条、三四五。三四五条，我们才抓了一条。这个河有大草鱼呀、啊，是吗？我们没抓到呢。今儿冷吧？今儿特别冷。暂时没抓到大草鱼呢。对呀。哎，这有个大泥呀，这个泥鳅大，这个还要大一点。我这个都有二两了吧？这个有二两吧？这个有二两吧？鳞都被鱼鹰弄掉了，这小白票还有大鲫鱼。浪费体力啊，没办法呀，我们也看不到哪里有大鱼呀、啊。嗯、啊，这哪儿鱼多呀？就这一块多呀，全是小鱼呀。泥鳅不是在泥里吗？就是在泥里才给抓起来的嘛。这不是春天了吗？他们出来找食儿的吗？不是。这是鸬鹚啊！啊，中间呀、啊，中间有大鱼啊！他不去中间，边上小鱼多，他光抓小鱼嘞，搁这。你是搁这猫鱼了吗？玩儿了。挖吧，看见哪个鹰就挖。那哪行？看见鹰就挖。